各位同學，咁而家 present 嘅係2017年 DSE Maths Paper 2嘅第32條啊。咁呢條咧就嗱，佢呢個位咧，佢好明顯係一個八進數嚟嘅。咁佢而家要轉做十六進數。咁我哋睇下點樣轉啦。嗱，咁啊轉嘅方法就呢度即係你可以學一學嘅，因為呢個都係標準方法轉嘅。第一步咧係將佢個八咧，八嘅三次加八嘅十九次咧，寫做二嘅次方先。因为二嘅次方之后你先可以转做十六噶嘛，嗱咁我哋转咗咯，咁啊二嘅三次，咁即系二嘅九次，呢个二嘅好大嗰个数，三乘十九就系57嚟嘅。好，咁跟住点样转做咧？嗱，下一步咧转做十六啦。咁转做十六嘅方法咧，就系尝试，因为二嘅四次系十六嚟嘅，咁就将佢睇下有几多个二嘅十六次方咁样睇嘅啫。所以九咧即系二嘅二嘅四次方啊，十六系二嘅四次方，咁所以九就可以写做四乘二加一，咁即系将个九除以四，睇一个即系睇等于二，咁呢个就 quotient， 呢个就 divisor， 呢个 remainder 咁样啫，57都系一样咁啊，咁然之后咧将呢个嘢 group 埋咗佢十六次，二嘅加一嗰度咧就写做二乘以二嘅。四次再括再二次，咁样嚟睇，好呢、这个一样啊，二嘅四次，二嘅一次加乘二嘅四次再括嘅十四次，咁十四嗱二嘅四次其实你即系睇成即系十六，咁再二次即系十六嘅二次，呢、这个咧就十六嘅十四次，嗱咁其实咁样嘅数位已经 display 咗佢系边度啲数字有嘢，边度啲数字冇嘢啦。咁好明显咧就系二次方，二次方即系第三个位有一，咁呢个第三个位有一，有二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即系呢个二嚟嘅，有个二。咁然之后十四个第十四个位嗱数咯，第十四个位就系零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咁所以个答案系 dot 啦。就是这样的。好了，那这些就是数数位的方法的。那我们看下一条了。